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幸运，我就没有。你一生不易，今日有什么想说的，索性就都说出来吧，我在这听着。燕燕入宫之前，我跟父亲说，我要带燕燕入宫，希望燕燕得到幸福。没错，我以为是这样。 但多年后回想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我的野心不比燕燕小，只是我一直在人们面前循规蹈矩，以至于我以为它不曾存在。我的母亲是长公主。 我又是后族宰相之女，从小便被许给大皇子，我处处以长国父要求自己，谁曾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局面，这样的变化，权力真的太可怕，就像是一个。 逃不开的漩涡，将所有人都吸进去。胡年，你说当日如果赶到黑山的是衍萨阁，今天这一切会不会都不同？至少，如果由我来掌权，我是不会让巫蛊里这样死掉的。 如果由我摄政的话，或许比萧炎炎更好。我只知道，当日倘若衍萨阁掌权，他便不会推行汉制改革，大辽之民政、军制便会与今日截然不同，甚至连澶渊之盟都不会有。就我而言，我不愿看到那样的大辽。 是啊，如果是他的话，你韩德让必定不会辅政，那还真不知道大辽会变成什么局面。所以世间之事变幻无常，就好像我和你认识比燕燕早，年龄也更加相仿，但你爱上的却是燕燕。 我们都藏得太深，太被动了，只会为了所谓的大局瞻前顾后，而燕燕，她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父亲经常说我感情用事，当时我还不懂，我从来都顾全大局。 燕燕她却任性妄为，父亲眼中正相反。她果然目光如炬，我一生顾全大局，只有一次放纵自己，就万劫不复。燕燕一生任性，却有任性一生的权利。 你我相识相知，如今你来送我最后一程，也算是一份缘吧。胡年，你想多了。燕燕只是想让我来转告你。 此生与你为姐妹，她幸甚至哉。
你已经在此处站了许久了。18岁那年，大姐把我从这燕云台上带了回去。从那以后，我的命运便和这片土地紧紧缠绕在一起。帝王孤独，我所爱者都一一离我而去。现在我身边也就只剩得让你一个人了。想当年你我南下，看到的都是民生凋敝，而如今能有这一片安乐景象，你我此生也算是无愧于大辽了。能陪你完成此千秋功业，我此生亦无憾。27年12月，萧燕燕纳波途中因病去世，其子龙旭为其上尊号瑞德神略，应运启化成天皇太后。萧燕燕去世15个月后，韩德让病逝，陪葬于乾陵萧燕燕墓旁。